in LA, fun in LA。今天呢，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位在 West Covina 香港广场里面的泰味轩。这家餐厅顾名思义，当然就是一家卖泰式料理的店。它的特色呢，是它是一个非常平价家庭化的泰式餐厅。那么这家餐厅呢的食物和口味并没有因为它平价的价钱而打折扣哦。在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呢，我相信它提供了大家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们现在呢来为大家介绍这道餐厅比较有特色的菜色。在开胃菜方面呢，你可以选择 Roll Noodles，它是由 rice noodle 里面包着像类似鸽松的东西，非常有特色。还有一样呢，就是它的牛肉河粉，里面有牛肉和牛腩，汤头非常的特别，这也是值得一试的菜色。这家餐厅的趴菜呢，是他们号称 LA number one 的菜色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来这里的话，也可以试一试哦。介绍这家餐厅呢，绝对不能忘记提到的一点，就是他们的营业时间。他们的营业时间从早上11点到凌晨3点半，所以呢，对于过习惯夜生活的朋友们，这里是除了港式咖啡之外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哦。